同学，请看现象品现中表教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段，其一切法甚因菩萨了甚法界生大欢喜，这是一句。往下了，总共有十句，显示菩萨这个教化的德业，主是教宗啊，主持教化的这个人，就是一切法甚因菩萨。那么在这个十句里面呢，就把一切法了这个意思圆满的显示出来了。十句清凉呢做两种解释啊，前面一种呢配十地，一句是一地啊，说明菩萨普摄十地功德。第二段呢是恒久即位来解释啊，就是说以等觉位来看看菩萨圆满的德行。我们先看这一句啊，这一句呢是说的欢喜地啊，初地了甚法界，法界是所证之如，这个了是能证之智啊。这个智是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我们现在学佛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我们读经听经往往啊把意思错解了，所以必须的智慧开了才行啊！然后你听经读经才能够真正了解如来所说的真实意义。那么要开智慧，心不清净，开不了智慧。要想心清净，那要不持境界，你的心就清净不了。啊，烦恼习气除不掉。
我现在看到讲堂里面的听众画面呢很清楚，没有几个人在听啊。啊，念佛的时候我也看到，在家中比出家中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现在学院呢是处在筹备的状况之下，啊，我们还没有开幕啊。规矩是同学们定的，自己定的规矩自己做不到，实在是很难为情的。啊，不是我给你们定的，我是叫你们自己定的。啊，这个规矩定得好啊。发表出去之后，没有人不赞叹的。啊，但是一定要名副其实。啊，如果做不到，就担任护法。啊，但是护法也要尽可能抽出时间来听经。啊，为什么呢？不听经啊，护法不如法。啊，不如法了，往往破坏佛法，自己都不知道。啊，所以弘法跟护法了，都要依佛陀的教诲。啊，你不听经怎么行呢？啊，那不念佛怎么行呢？听经是明理呀，啊，道理不明，肯定随顺自己的烦恼啊，妄想分别执着，自己破佛法，还以为自己有功德，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如法。错在这里呀！啊，我今天下午到教堂里面去看了一下，我看了真的生欢喜心呐，这是福地呀！我不在此地讲经的时候，啊，我看书，啊，从明天起，我就在教堂这个图书馆看书，我已经选了个座位，啊，最后的一个座位，啊，我坐在那边。哪些人在这里用功，我能看得到。啊，你们念佛，我也尽量参加，跟你们一起念佛。你们护法了，护持，我来修行的。啊，这个道场决定有弘法的，有护法的。啊，护法要尽你自己的职责，把
把你护持的工作做好。啊，弘法这个弘法的人呢，一定要认真研习经教，要认真念佛。啊，护法的人在一天24小时当中，最重要的是自己要知道如何分配时间。啊，你懂得分配时间呢，你就会有这个空闲的时候。啊，这个空闲一天1个小时也好，2个小时也好。要听教啊，要听讲啊，啊，将来我们开幕之后，所有工程完毕了，开幕之后，我们招收学生，啊，学生不参加常住任何工作，他在这个地方就是真正要做到，啊，8个小时言教啊，8个小时，哎，念佛。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不收。啊，将来有人欢喜到我们这个道场来进修，啊，我们的条件呢就是如此。啊，你能够遵守规矩，我们欢迎你来。你觉得你受不了，你到别的道场去。啊，那我们家里人的时候觉得受不了，你就为常住服务。啊，常住分配你的工作，你好好去做。啊，这个里头决定不能误会。啊，学教的人一定要讲经。希望你在学习的时候都到图书馆来，啊，在图书馆自己用功啊，啊，到你们小教室是干什么？是研究讨论，啊，研究讨论呢要分组，啊，我们这个大图书馆里头要有好几个组在研究讨论呢，彼此有干扰。啊，书籍啊，这个图书这是属于常住的。你们看看沙弥律仪就晓得。回神常住无是什么样的果报，要清楚要明了。啊，我今天到这个图书馆看，有一本中文大词典，好像第9册放在后头，单独这一册，什么人拿的我不晓得，你用完之后一定要放在语言处。啊，否则的话呢，这一套书，他这一套中文大字典10册啊，啊，你一拿用完之后随便丢，这一套当中将来就缺掉了。这不是读书人呐，啊，这是糟蹋图书啊！啊，护法神看到都难过啊！啊，我自己的图书我用完了之后一定要归回到原位。啊，尤其是成套的丛书，啊，不归原位很容易散失。啊，到
到以后自己要找都找不到了。要懂得爱惜常住屋啊，这是个学院啊。常住屋里头最重要的是图书啊，法宝啊。学习共同的科目，无论在家出家啊，我们这个地方共同的科目一定要学习的啊，这个功课没学好不能够学其他的课程啊，弟子规、舍善业道经、沙弥律仪、这三种基本课程啊，啊，弟子规儒家的十善业道经，通释出世间法，啊，沙弥律仪是出世间法，啊，世间法、出世间法通通兼顾了，在这下这个里头奠定根基呀，啊。啊，希望大家认真好好的学。啊，这是我们的根本啊，希望在最近的这几个月啊把它完成下一次我来的时候我会抽出时间，除了我讲经之外我抽出时间我要来考考你们，怎么个考法呢？抽签上台啊，讲给大众听。这个方法很公平啊。啊，每一个人上台讲一个小时。啊，我们也给你录像，是你的成绩。啊，我们在新加坡培训班，每一个学生上台讲的时候，都给他录像。啊，他一部经讲完了，他有一套完整的录像带，这是他的成绩报告啊。啊，所以用不着考试啊。啊，你要不真正用功努力，你上台就下不了台啊。啊，无论是弘法护法，这基本的东西要会。啊，这个三样是基本东西，其他东西不会没有关系。啊，你做护持的工作，你是多听，你懂，你不会讲没有关系。这三样东西要熟，要理解，要会讲。啊，我来听。你讲给我听，啊，讲给大家听。啊，所以我们看到菩萨教化众生的第一桩事情，清凉大师讲的“得智真如”啊。智慧开了，
如是什么呢？如是心性啊，初地菩萨明心见性的啊。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如，就是讲的法界啊。法界的体是自性，法界的相是虚空、刹土、众生啊。怎样才是真正正德呢？性相是一，不是二；离四是一，不是二啊。因果是一，不是二。这你证得了，欢喜地生大欢喜啊！啊，第二句，若佛所行，至无一致。这是二地，这个十地菩萨了，初地修的是布施，二地修的是持戒啊。诸位要知道，这一修一切修，虽然是一切修，它有一个是主啊，初地菩萨修布施，布施里头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通通具足。啊，二地菩萨以持戒为主，持戒里头有布施波罗蜜，有忍辱波罗蜜，有精进禅定。有般若，有方便愿力智，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那个一不是专一，是任一啊，任何一法都可以做主，任何一法都可以做宾啊。华严经里面讲主伴啊，伴就是帮助啊。所以任何一法里头要不具足一切法，这一法就不圆满了啊。华严经任何一法了，具足一切佛法啊，这叫圆满的法轮呐。啊，若佛所行，佛的行就是戒啊。前面跟诸位说过，佛的心是禅，佛的语是教啊，佛的行是戒。化身菩萨了啊！我们这里讲的是地上菩萨、摩诃萨啊，他们持的那个戒叫信戒，自信本具的，在佛门里面呢，也叫做道功戒，他证了果了。自自然然不会犯一切过失啊。比这个次一点的有定功戒啊，
人在入定的时候不会犯过失啊，那叫定功戒啊，正果的道功戒。道功戒称为信戒，佛之所行啊，菩萨摩诃萨行佛之心啊。我们今天是凡夫啊，一贫无名都没有破啊，啊，不但是无名没破啊，见思烦恼最初的这个见惑，我们一贫都没有断啊。我们从哪里学习呢？从略一戒学习。这个略一戒就是佛为我们制定的。略一戒里头入门沙弥略一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讲得很高很玄呐、我们脚踏实地古时候受了大戒之后啊，半月半月诵戒啊，初一十五把这个戒律啊，大家在一起温习一遍，怕忘掉了啊。从前人有这个能力，哎，念一遍呢。能够保持两个星期，现在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了。啊，我们学的这些佛菩萨的教诲，三天不温习忘得干干净净了三天恐怕太长了，一天都保不住啊！在课堂里面给你讲的给你学的，下课就忘掉了，这怎么办呢？啊，这怎么能成就呢？如果是这种根性，这个根性是鲁钝到了极处啊！啊，就跟《弥陀经》里面讲的周立盘陀劫。一点记性都没有啊，一点悟性也没有，那我们要怎样救自己？学周立盘陀劫，我天天读啊，周立盘陀劫成功了以后，他老人家也是大彻大悟啊，事出世间法都通达了。那么这个方法呢，也就是常常讲的嘛，一门深入啊，常识熏修，它就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把沙弥律仪每一天读啊，每一天来研究讨论啊，来讲啊，研究怎样落实
将我们的思想观念，将我们的言行以这个为标准，认真努力依照这个标准呢，来修正自己的思想言行，这个我们的修行呢有了根啊。啊，现在没有根啊，啊，没有根是真正的凡夫啊。这个凡夫很麻烦，为什么呢？今天披上了袈裟，做佛的代表啊，世间人看到这种形象，误以为啊，诸佛如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晓得你犯的过失有多大？啊，诸佛如来最低的代表，啊，初入门的代表就是沙弥律仪，比丘戒、比丘的律仪。三千为一，八万四细，这个细行啊，那是世尊常随弟子的代表，主持佛法了。所以佛法了，佛教给比丘啊，不教给菩萨了。为什么？就是比丘的这个行止完全学佛，菩萨不一定，因为菩萨要接触广大群众，要跟广大群众和光同尘啊，所以菩萨多半现在家乡啊。菩萨所持的信戒、道功戒，啊，处处啊是为利益众生着想，自己呢清净不染。道功戒那个高啊！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绝对不会起心动念，决定没有分别之处。啊，功夫到家了。啊，比丘功夫没到家，小心谨慎。样样学佛啊，他是如来真正的代表啊，这就形式上来说，他是真的这个形象啊，佛的形象。所以佛把住持正法这个事情交给比丘啊，我们能不能做个真真实实的代表呢？太难了。我早年读偶益大师的书啊，偶益大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生在明朝末年，
原籍在清朝，啊，欧耶大师精通戒律啊，他说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所以比丘戒得不到了，比丘戒一定要比丘传，那么有比丘你从哪里得戒呢？佛讲了，比丘戒最低限度要有五个比丘传戒，你才能得戒。由此可知，佛法衰微了。那么现在，这南宋以后比丘没有了，那么这么多年来，这些出家人。受的比丘戒要知道名字比丘，其实得不到戒的，那还要不要受呢？欧耶大师跟弘一大师都这样教导我们，要受，受自己心里要明白，受了之后不可以称比丘，称比丘你就打妄语，这个罪过很重。受了之后啊，学比丘戒，学一条就得到一条，学两条就得到两条。如果你不受，你学比丘戒，别人会讥嫌你，是为这个原因呢。真正发惭愧心呐，我们生在没有真正比丘的时代啊。所以欧耶大师受了比丘戒之后，他在佛菩萨面前退戒，他老人家一生持沙弥戒，沙弥律仪，所以有不少著作，他的这个题名啊，都是菩萨戒沙弥。菩萨戒没有比丘传，行，能得到。因为沙弥戒跟菩萨戒了，自己可以在佛像面前发愿去求的，都能得到。我在初学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是告诉我，他老人家非常重视戒律，告诉我戒律重实质，不重形式，形式是什么？三坛大戒是形式啊。那个不重要，重要什么呢？你要做到啊！所以他老人家就会教给我啊，因为那个时候在家嘛啊，无戒是善呐啊，菩萨戒本呐。教学啊，学一条真正做到这一条你就得到了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没有做到的你完全没有得到
所以为了学界方便起见，不妨啊受这种形式的戒律。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戒是佛行，我们学佛，佛就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要学佛的大慈大悲，学佛的真诚清净。啊，学佛的平等心。啊，学佛一切善行。善行就是戒律。啊，至无一致啊。啊，疑是疑惑，智是障碍，啊，完全依照佛的教诲去做，啊，戒律是佛的真实教诲，别人做不做，不关我的事情，决定不批评别人。但是别人是我的一面镜子啊，他们有做我看到了，我要做啊，所以看到别人不持戒，看到别人破戒，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持戒，我有没有破戒？哎，所以那是一面镜子，马上照到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依教奉行，我们生欢喜心啊。啊，真正做到，确实有护戒神呐。有护法神呐，啊，受了三规，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你要真的受三规啊，不是形式啊，形式没有用啊。那么还有鬼神来求受三规，我们如何帮助他呢？啊，今天如果是由鬼神来皈依，啊，今天晚上我们一定啊要把三规传授的录音带或者是录像带为鬼神呢播放一遍呢，啊，他才能真正的得到皈依了。啊，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播放一遍，啊，我们每天晚上都放这个录像带，啊，有放地藏经的，有放十善业道经的，供养鬼神的，啊，今天有鬼神皈依啊，那我们就用一个小时把三规传授播放一遍，他们比我们厉害啊，他们听了的时候真干了，啊，确确实实他能够啊
转迷为悟，转邪为正，转染为净，确确实实从迷邪染里头回过头来一觉真净，所以他得护法神保佑我。反而我们错了，我们只搞了一个形式，从早到晚，从初一到腊月三十，我们还是依迷邪染，把那个觉真净啊忘得干干净净，皈依完全是搞形式，搞表面，不得受用啊。所以现在说实在话，鬼神在讥笑我们，瞧不起我们了。鬼神听法，他能听得懂意思，反而一般许多人听法了，把意思听错了。不要说把佛的意思错会了，我跟大家讲话了，就有不少人把我所讲的话也会错意了。你说这个事情多难不容易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所以有疑一定要问去求证，我听讲的有没有把意思听错你要不问，错在你这边呢。第三句，入不可测佛法深海，这是三地菩萨多闻，三地多闻入法深海你看看这种配法是不是跟四弘誓愿相应的？二地菩萨持戒，烦恼无尽誓愿断；三地菩萨多闻，法门无量誓愿学。它有次第的呀，烦恼不断，学法门往往把意思错解了。为什么呢？随着我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就会错会佛的意思所以不修德行怎么行呢？德行就是戒律啊。德行成就清净心，成就真诚清净平等。学法门呢，成就正知啊，正觉啊。如不可测佛法深海不可测
没有方法测度的。实在讲呢，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由此可知，多闻闻的是什么？《般若经》上所说的诸法实相，诸法就是法身海，法身海的真实相啊，就是佛法。通达明了，这个人就称之为佛陀。啊，通达明了啊，还没有达到圆满究竟，这个人称为菩萨摩诃萨。你怎么能够通达？怎么能够啊，其如这个境界？要靠戒德。所以我们必须要注重，千万不要以为小小戒没有关系啊。这个话很多人说啊，小小戒可以无所谓呀，那就是《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说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个小小戒就毫分不善呐、啊。你依旧夹杂了，许许多多毫分不善就变成大不善了，啊，变成众多的不善了，啊，不是毫分的。在这个世间，连个善人的资格都没有，怎么能修复？你看佛经，我们常常展开经卷啊，看到善男子、善女人，学佛都要是世间善人才行啊，心行不善呢、啊，你怎么能学佛呢？善男子、善女人在经教里面有三个等级啊。你看看这个经是什么经？华严经上看到的善男子、善女人，那是菩萨了。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才是真正善男子善女人。如果是小乘经，须陀洹以上啊，确确实实把这个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掉了，这个以上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效法，要具足十善业道啊。我们一般凡夫啊，无戒十善具足了，善男子善女人最低的。我们今天讲善人呢、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教啊，你就晓得善男子、善女人是与哪一个标准相应。啊，这个说法跟敬业三福相应。
净业三福里面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人天成的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乘的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是大乘的善男子善女人。净业三福很明显的讲出这三个标准了。我们展开经卷，这个经是不是为我讲的？佛在经上称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要想一想有没有我的份，我在不在其中啊？我在其中是哪一个等级？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